那你也不简单的，你支持你老公支持到这样，因为我看到看过太多了啦，说要兼职做哈还 OK 啦，说要全职跳出来做的没有几个。对啊，办公室的老婆们也是啊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种东西兼职做，你就没有真正的那个动力跟那种支持度了，你就会觉得说你要那个有那个压力才有动力啊。有稳定吗？一开始没有，现在比较稳定。哦，这就跟我刚开始做 YouTube 那个感觉一样，前面是很惨的，都是吃老本，真的就是吃老本。那到后来才慢慢的，一年过后，现在才比较稳定一点。而且因为我们又不去买广告或是什么，那种自然流量，自然流量就很慢。哎呀，啊，当然，如果你们呢、啊、现在已经有开始比较稳定了，你可能抽出大概啊十分之一或是十五分之一的那个经费哈、啊，去买广告，因为我们说十分之一扣得皮带稍微勒紧一点就有了，哦，啊，尽量还是两餐麦当劳，哦，尽量可以还是让自己的收入再继续再往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林林佑，不要这样子。那等一下里面还有没有？里面还有吗？里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等一下还有，咱们下来你们为什么喜欢这样吃啊？啊，你爸爸这样吃吗？还给我。好，给你。这么大杯。没有。这个。你不是都要用这里吃？你用在，哇！你吃这么大杯，不要，这样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这样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你那杯是无糖的、哦，你这里面还有啦，哎呦！这真的还有，你不是收尾了？怎么样？我有。你滴到衣服了，等一下就不可以去玩喽，你没有衣服喽，嗯。那、啊、你就生两个嘛，哈，两个都男生，嗯。我变消防了。